对我来说，其实形式只是表现某一个主题的一个方式而已。像我的话，其实是没有固定形式的人，所以其实我每次都是从我要处理的概念去想，我需要什么形式来辅佐。我觉得形式有两个层面可以谈，一个是一种材料的表现形式，加入不同的变化，它会生产出不同的效果。另外一种是你会很多种媒材，那这些媒材你也会把它发展出不同的表现形式。比如说像这次一个比较明显就是空间装置，我希望水库的那种淤泥先被观众感受到，那它就成为一个空间装置。除此之外，影像还有声音。可能因为我自己过去的一个留学的背景比较是跨媒材的，过去我有受过建筑跟音乐的背景，包含是大学时期其实我也完全不是艺术背景的，所以其实后来我在创作的时候，我在选用媒材的时候，其实比较不会从媒材或形式思考，而是先从这次的创作我希望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所以其实我会先从一个比较偏向知觉性的这种感官，希望带给观众什么样的一个经验，去作为一种作品的一个呈现的一个思考。声音其实我这次自己觉得比较特别的，一个是入口一进来就听到的儿歌，一个是进主展场之后有的一个故事的文本。这两个东西其实我有在里面试着在处理语言的问题，像这首儿歌里面它本来是一首日本儿歌，那我其实重新改歌词，然后放入了我们讲的华文以及台语，还有一点点希腊雅语，我在试图让不同语言一起来讲这个地方的故事。它其实也跟我们的生活状态蛮像，就是那个形式就是要展现那个内容的方法。其实跟语言学很像，一个人如果他只会讲一种语言的时候，他只能受限于用这种语言对外表达。如果你会多样的语言的表现形式的时候，你在关心一件事情，你就不会只关心一个面向。在刚开始从你所学的地方出发表达的方向，它只是单一的一个而已。但是这个部分又因为你会不会多种的表现方法，因为这些表现方法会反过来影响你的表达能力。因为艺术家所做的作品其实就是一种他对于他所生活的周遭环境的一个反刍，一个表达。如果说某一位艺术家他只会一样的媒材的话，他可能会被这样的媒材受限了他的表达的方向。但是我觉得那个内化在自己里面的那个技术，跟你只不断的吸收到当下这个当代的生活，他会同时改变你以前所学的传统的技术，你就可以把传统的表现形式让它富有当代性。我的表现形式其实非常多元，我的雕塑里面有声音艺术，然后同时我也会做装置艺术。本来真正的提案只是要做曾文溪水下声音的采集，然后透过这个采集的声音去做想象跟创作，那最后决定用一个它就是包含了总爷红楼接在这个主展场，算是空间整合式的呈现。形式跟艺术的表现这两者之间关系，我觉得要么就限制艺术家，因为艺术家用那个技术用的很开心，他其实不自知，或者是让艺术家更开放。这次花最多时间是在外面做采集，跟我过去的一些驻村的经验会很不一样，因为其实这一次几乎是每天开着车到处跑，那其实会有蛮多时候是自己一个人走在完全没有人的一些河道，或者是比较偏向是乡下的这种完全是草的这样的一个地景。
对我来说，它其实是另外一种身体感的经验，就是不管是听觉性的或者是身体的知觉性的一种感觉，对我来说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创作的形式。主要也是因为我希望透过另外一种从自然的角度探讨关于人介入空间的一种扰动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一次的展览里面，我也希望透过包含是把声波转换成一种震动的一个频率，作为一种视觉化的一个方式。